今日咧幫你哋介紹咧煮一個炸醬麵，就係攞一個 HSWS 嘅健康麵，低糖、高蛋白、高纖維嘅麵咯，嚟煮一個炸醬麵咯，教大家有冬菇、肉碎、青瓜絲、蒜米，亦都有放魚露啊、蠔油、白油嗰啲嘅，好簡單嘅啫。OK， 放啲油嚟爆個冬菇先，爆香佢先。蒜米 ，OK， 爆香开始咧，放啲肉碎一齐炒，对，爆香去搅匀匀佢。加入蠔油，即系我哋咧攞嚟捞面咧，阵间咧点开你放咧咸多少，又冇相干，因为面咧冇味道噶嘛，所以咧放红多少味，有。最緊要就係魚露啦，哎呀，放開落去又香好多。嗰個咧就係我浸開冬菇，洗乾淨浸開個冬菇，咪有嗰個水嘅，冇倒咗去啊。加落去，俾佢燜啊，入味啊，冬菇。因為淨係一杯唔夠啫。炆到咁上下，你可以打芡。將放到你認為 OK， 你認為可以啱啱夠你嗰個結度咯，就得噶啦。然後呢個粉咧放落去咧淥咧三到五分鐘啦，各人嘅口感啦，到時你啊試一試。即係如果你係攞嚟好似我哋咁樣直頭食嘅咧，你就可以食五分鐘。如果咧你攞嚟炒咧就好淥咁耐，因為炒嗰陣時有燜嘛。我哋試一試嘅，好試一試啦。嗱，呢個粉攞起上嚟 ，OK， 你睇下個水係非常之清嘅。